看看新闻网。1月20日，萧亚轩携最新专辑《Super Girl 爱无畏》来到上海牵手。近日，男友柯震东正在上海拍摄新戏，当被问及是否会前去探班时，萧亚轩低调地表示：“大家各忙各的。”没有没有，大家都各忙各的。希望爱无畏，然后希望现场大家新的一年都幸福快乐，我也幸福快乐，这样。